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气庸奇征第四五课，奇征临床看图画治疗。那么今天是气庸奇征的最后一课啊，用一课的时间想把临床讲清楚，讲得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希望各位通过今天的讲课掌握一个中心，就是说利用后天八卦图看图说话。至于以后提高方面，可以进入奇庸奇征临床方面的学习。第一，奇征临床治疗原则，首先是讲行征顺序啊，行政顺序，一看，二摸，三探，四查。一看就是看什么，就是看肚脐的脐形啊，肚脐的大小，肚脐的深浅，有没有皱褶，有没有赘生物，有没有反应点等等。所以说奇征同学到临床上千万记住，不要急于下针，特别是对初学的同学，先看肚脐。你回家以后先看你家里人的肚脐，再看亲戚朋友的肚脐，要求至少看三分钟。刚开始看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发现，随着你看肚脐的功夫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一个人的肚脐是相同的啊，它都有各自的特点，都有各自的特点。所以看肚脐是一种功夫啊，一旦你把肚脐都看明白了，那么什么都不需要了，也不需要是个图，你就是看到肚脐哪里有变化，哪里不舒服，你就扎哪里，就能调节。但是说是这么说，看肚脐没有个3年5年的功夫在里头，你看不明白，看不明白。比如说我在美国给他们讲扎眼睛，我下手就有效，几分钟甚至是1分钟不到，病人的视力就提高。那么很多美国的学生跟我学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这个眼点在哪里，他们就看不到，并且拿出放大镜啊，他美国有种放大镜前面还带灯的，你打开看很清晰，但是他就看不到。为什么？看得太少，他看得很少的时候就是把肚脐看成一个肚脐。其实随着时间你的功夫加深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需要下针的地方，那当然眼点就不在话下了。二摸摸什么？二摸有两种，第一就是我们用手按压，按压肚脐，按压下来来了解这个病人扎针的疗效好坏。如果按压下去的时候弹性很好，说明这个人先天之气很足，什么病都可以治，而且疗效出人意料。如果按压下去肚皮软趴趴的，那么即便能治的病，你要知道因为先天之气少了，疗程就要拉长啊，效果就不是特别的明显。原本一个疗程就 OK 的，但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3个疗程甚至4个疗程。如果你按下去就像按到颈壁上下面空空如也，记住我的话，千万别治，这种病人不可能会活，而且他一般的情况下
七天之内必死无疑，而我接受的基本上三天之内就死了，所以这个就不需要去再去做它了。第三是探，探什么？就在痛症上，治疗痛症，我去找它的脐壁上的反应点，在脐壁对应的地方，凡是痛症基本上都能找得到，只是你会找不会找啊，粗心还是细心的去找啊。等你找到这个反应点了，那就是该下针的时候了。第四是扎，等你准备扎针的时候，一切心中拉人，我非常明白啊，甚至扎的时间多了以后，你会觉得病人到了你就明白了，这个病人能治不能治，效果好还是不好啊，心中自然啊都很清楚啊。第二，治疗顺序，其中的治疗顺序，先取症状，取症状。所以说病人来了，主诉往往是症状，他以症状的形式来主诉，比如说我哪里疼，比如说我发热啊，比如说恶心，比如说呕吐啊，比如说夜不能寐等等等等，他的主诉基本上以症状为主，这也是他来就诊的主要目的，他要解决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其中里面先取症状，他讲症状，先把症状解决了。因为其中里的思维是这样子的，很多病症状消失了，这个病就算 OK 了， OK 了。比如说一个腰疼的病人来了，你要知道他是左侧腰疼还是右侧腰疼就 OK 了。腰疼用打枪方法把腰疼不疼的就 OK 了，无论这个病人是腰脊劳损、椎间盘突出还是缺血还是肿瘤，常常在腰疼症状没有了，病人就可以正常上班了。这个和西医概念不一样，西医的概念必须去查它原因，找到原因以后，比如说椎间盘突出，你扎了腰不疼了，你再去做这个 X 光或者 CT 的话，同样还是它这个髓核突出还在，那这西医认为这不就髓核还在呀，那一定要做手术把髓核取出来。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我们是意义不是西医啊，病人症状没有了就 OK 了，照常上班照常干活，三个月以后髓核吸收了就正常。所以说西医的医疗设备只是作为临床的参考啊，不能较真，不能较真。第二，次序系统，这就是说症状出来了，我知道症状治好，或者我知道这个症状落在什么系统上，它是什么系统的病，那么你就可以对系统去，最后是再去疾病，最后去疾病。比如说来了个病人，他就告诉你了，他到医院里去了好多好多医院，他已经知道是什么病了。比如说他一来，他说大夫我来看，我是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空腹血糖8.5，那你就很清楚他告诉你是糖尿病了，那就是再去疾病。所以先去症状，次去系统，再去疾病，这是治疗的顺序，治疗的顺序。好，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临床症状的其实治疗，临床症状很多啊，可以说罗列出来有100多症状都可能，但是我们讲最常见，临床上最常见的症状其实怎么治疗？第一，疼痛；第二，发热；第三，肿瘤；第四，感染。这四类啊，疼痛、发热、感染，这是最多见的。肿瘤，因为很多人现在
可以在临床上遇到肿瘤，在别的地方看不好，他有肿瘤的病来找你，所以把这四个放在前面。疼痛的治疗很简单，我们其实在复习。第一，治疗有固定性疼痛，首选打枪。比如说肩周炎，我这疼痛点就在这里，很固定，很固定。所以有固定性疼痛，首选的什么？起络束拳系打枪。在其臂的上找到对应的敏感点，从敏感点竞争，针尖对准疼痛固定疼痛的中心打枪。第二，打枪用的是络束拳系，所以它是个人体结构和信息拳系合在一起的一个拳系，所以你一定要有清楚，特别是初学者一定要会打枪，一定要打得准络束拳系。第三，治疗有体表反应点的脏腑疾病也用打枪。有体表反应点，体表上有反应了那么你同样，它虽然是脏腑病，你在体表上找到这个点，以打枪的同样形式扎进去，针尖对着反应点，体表反应点的中心打枪，打枪。操作规范：一，用络束拳系图，在疾病对应的部位寻找其臂上的敏感点。所以最关键的是要找到敏感点，找敏感点就需要一点时间，你要不厌其烦，细心的在其臂对应上去找，不是在整个肚脐上去找，因为它有对应的方位找。第二，在敏感点上竞争，找到敏感点以后，直接把针从敏感点进去，针尖直对着疼痛的中心打枪。找到敏感点，我就说你成功了80%了，甚至是90%。你把这个针尖扎进去以后，针尖进行调整，对准疼痛的中心点。那有的同学很好玩，他心里没数，敏感点找到了，我竞争了，竞争以后，比如说朝这里打，他心里没底，这一针十环吗？他心里没数，所以常常会形成一，退一，一，就用好几针进去，对，再去，再进去，再来回的调。这种情况对初级学的时候还可以原谅但是时间长了这绝对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个打枪你心里没底，你永远提高不了。我说你在打机关枪啊，我们要求的不是打机关枪，要求的是狙击手一枪命中，所以只要扎上了针，慢慢慢慢的就一针，你觉得对了 OK 就放松，这样才能练出来，千万不要擦屁股擦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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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没有？好了，确实好了。哪针扎准的？不知道。这是稀里糊涂的好了。那时间长了以后，对你任何临床上提高没有？因为你以后真的长会同样，你也这么打吗？其次一个病人受不了，你给我扎裤扎，病人就像杀猪一样的，对吧？疼啊，第三，敏感点与躯体疼痛的部位不在一侧的时候，竞争以敏感点为主。就是说，我这里有肩周炎，但是我找肚脐的时候，在这边找到疼痛点，那就说这边竞争，竞争以这个为主，把它想到这里，一样解决。第二，发热。
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热，降温是首选。所以发热啊，就是降温。发热就是体内病人的体内处于夏天的状态，阳生发释放最大的时候，那你降温是首选。第二，发热的本位，发热在后天八卦，是本位在离啊，这红点起来了，这是离，在这个离位。降温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用土来泻火啊，第一用土来泻火，用坤土来泻离火，用土来泻火。第二用水来治火，那用水来克它，有两种方法啊。那么这两种方法临床上你怎么选择，那你看自己了啊。一般发热没有伴别的症状的话，一般用泻火的方式比较好。但如果这个人啊发烧又是失眠啊，又有心肾不交的情况下，那用一针水一针火啊，叫水火既济啊，这样子比较合适。肿瘤，肿瘤的本位在艮位，在这里艮位。肿瘤本身这艮是山，是石头，是肿瘤，是结石，所以艮位这里是艮土太过，肿瘤又是艮土太过，所以治疗肿瘤除了知道艮外，还要有脏腑什么肿瘤啊？我肿瘤单肿瘤吗？啊，那是全身性的啊，没有，所以你还要知道这个肿瘤长在哪里啊？肿瘤长在哪里？所以在肿瘤的时候，你治疗的时候，一个固定配方叫艮一针对一针，艮为山，对为泽，这叫是山泽通气啊，叫山泽通气。那么山泽通气治疗肿瘤，那么比如说我治什么肿瘤呢？是吧？三则通气，治肺癌就三则通气，因为肺在对。那治胃癌呢，也是三则通气，胃是艮。那我治肝癌呢，就是三则通气加什么？加正，打枪正。胆囊癌呢，三则通气加续。小肠癌呢，三则通气加离。大肠癌呢，三则通气加钱；肾癌呢，三则通气加坎。所以三则通气形成一个固定搭配，它是治疗肿瘤最好的，最好的啊，这是肿瘤。感染，感染的本位，感染就是发烧啊，局部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是感染发炎的五大指标。那感染在离，那么它其实跟发烧有类似，但是发烧用水可以克火，用土可以泻火，但是发烧是全身的，感染未必是全身，局部感染，比如说肺炎，那肺炎肺部发感染，那么你就怎么呢？就离坤的泻离火。就看感染在哪里，在肺，就看感染在肺，所以就看图说话，你看这个图就行了啊。那形成了火生土，土生金，我把感染降下来，另外我补了他的肺，看感染啊，这是看感染啊。那我是肝炎呢，肝炎离坤正，看肝炎在哪里呢？我胆囊炎呢，离坤巽，看肝炎在胆，在胆啊。那胃炎呢，离坤艮啊。那你说我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呢，离和坎，坎离。那是我用离坤坎 OK 吗？也 OK， 也 OK 啊，这就是感染，这就是感染。好，内科系统
本位示意图啊，我们讲要讲内科系统，内科系统的本位示意图，首先啊，内科系统离啊离什么心血管系统、心脑血管系统、脉管系统，在这里消化系统啊，内科系统是消化系统啊，这循环系统，这消化系统在坤，呼吸系统在兑，泌尿生殖系统在坎，这是肝，肝胆系统啊是在这啊，其实是很简单，四正位就四脏加上坤，坤土脾脏，这是内科系统疾病。所以说呼吸系统，呼吸系统的它这个本位在肺，叫兑位，兑位是白的，属金，所以用白色。循环系统是心脏，心脏是离，离是离火，红的。神经系统啊，神经系统其实有两种啊，我们现在指的就是心智方面的神经系统，所以离也是离火。消化系统是脾脏，所以是黄色。泌尿生殖系统是肾啊，是黑。免疫系统是肾，是黑。精神系统两种，一种是肝胆系统的绿啊，和心啊，心智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这是红色，是绿。好，我们现在开始讲内科系统疾病的起因治疗。内科系统我讲六个系统啊，就是呼吸、循环、消化、泌尿生殖、神经精神、免疫系统啊。首先内科系统的疾病起因治疗，内科系统第一，内科呼吸系统本位在兑，在这里。所以你要知道呼吸系统本位在兑。那呼吸系统什么病呢？比如说堵塞性疾病。堵塞性，什么叫堵塞性呢？堵住了，通气不畅了啊，比如说打呼噜堵着了啊，气管炎、支气管炎，因为气管里头分泌物很多啊，堵着了，说喘气困难、哮喘啊，这属于堵塞性的。堵塞性的疾病在呼吸治疗是三则通气，艮和兑，三则通气。那感染性的疾病，呼吸系统本位在兑，感染的本位在离，那感染性疾病就是离坤兑，泄离火啊，不对经，离坤兑。那肿瘤类的疾病，肿瘤是三则通气啊，呼吸系统肿瘤三则通气就行了，三则通气 啊。但有的时候说我三则通气明显告诉我是病人的右肺上有一块肿块，那我用三则通气加打腔，打哪里？从对位，从穴位进去打他的右肺的这个肿块。三则通气是治疗，但是针对性不强，必须加上它肿块型的，继续是打腔，继续打腔。那你说我是左肺叶上有呢？三则通气从坤位进去打腔，打腔。功能性疾病，什么功能？喘气，呼吸困难啊，呼吸困难，呼吸困难，三则通气加训。熏为风啊，为通气啊，三则通气加熏啊，或者是功能低下的病，它是肺功能低下了啊，干嘛？整个身体状况都低下的时候，我们用升阳三针，就是水生木，木生火，水生木，木生火。那么水火都没问题，
这个木有两个，一个正木是阳木，巽木是阴木。那您用正还是用巽？看性别，男的用巽，女的用正，这叫阴阳相交。男的是阳，用巽是阴木；女的是阴，用正是阳木。啊，第二，呼吸系统的症状，咳嗽，咳。咳嗽是呼吸系统疾病最常见症状之一，咳嗽的本位在兑，因为呼吸系统嘛在兑位，自治咳嗽本位在艮，艮为止，静止的止，啊，不能通行的静止的止，所以三者通气组合就可以有止咳作用。止，止什么？止咳在哪里？在兑位上的止。咳，另外一个它是加强有通气的作用啊，所以呼吸系统的症状咳嗽这第一个，那么第一个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呼吸费力就是呼吸困难，它有两种，一种是中枢性和梗阻性两种，是呼吸道不完全通畅，故通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么无论是中枢性的和梗阻性的两种，这是在西医有作用，但对我们来说并不很主张你去把它分辨得很清楚啊，一般的大夫也分不清楚啊。那么我们就是通，不管什么方法我用通，所以三者通气艮一针兑一针加巽，这个组合是治疗呼吸困难首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确定是中枢神经的啊，中枢性的梗阻的话，我们建议是用三者通气加水火济济，加水火济济啊，这是第二个处方，三者通气，我通通那里水火济济，水火济济呢，它走的是人体的重穴，走的是心脑，啊，所以包括大脑是中枢神经，啊，因为心也是中枢神经，所以这是我们继续知道的一个事情，嗯。第三，消化系统的本位，消化系统本位很多。分别有小肠是离啊，离这肝脏是正，巽是胆，前是大肠，坤是脾，艮是胃，所以这些都是消化系统的本位。那也就是说消化系统要细分，你什么病，什么病落在哪个脏上啊，它就是你的本位。好，消化系统症状，便秘，便秘，什么叫便秘？排便的次数减少，超过48小时不解大便为便秘啊，48小时不解大便就是便秘。所以临床上分急性和慢性两种，也有功能性和器质性之别，也有个分是功能和器质分，但是我们呢没有关系，我们认为便秘是不通的一种，是什么？是肠道不通啊，是肠道不通，也是以通为上啊，也通为上，所以三者通气是组合加上钱，三者通气是通之大法，一针艮一针兑叫三者通气啊，一定要记住，我讲话的顺序就是扎针的顺序。我是三者通气，啊，你不要三者通气啊，第一针扎对，第二针扎艮，错了，那不叫三者通气，那叫折三弦卦。三者通气卦是损卦，三者损，折三是弦卦，就变了。一定要按照我讲话的顺序来扎针，所以三者通气加钱，三者通气通。通哪里？通大肠，便秘大肠不通，通大肠
啊，是生则通气，加钱，加钱。膈逆，膈逆就是打嗝，指气从胃中上逆，喉间有声音急而出，膈膈，我想大家都打过嗝，由横膈膜痉挛收缩引起的，它也是分中枢性和外中枢性两种。膈逆膈逆不大好治的啊，我有时候到美国去，他电视上公开征啊征医生治疗膈逆。是有个小孩，10岁，他从7岁的时候开始，就每天反复不断的打膈逆，西医没办法，后来在电视上求助，那不管他是中枢还是外周，对我们来说都无所谓，我们认为膈逆是胃气上逆引起来的，胃气上逆往上走，那你把它降下来不就行了吗？所以右降四中，或者是水火既济。都是食物链，也可以当用艮。当用艮是直，直的意思。我用直，直而逆啊，因为它是胃气上升，所以一针艮可能就解决问题了。如果不行，就右降四中。什么右降四中呢？就是从离、坤、兑、坎，把它降下来，因为这是左升右降，刚升。肺降，咱把它降下来也 OK。而中枢性的，我们用水火既济啊，或者是水火既济加艮啊，水火既济加艮就 OK， 就 OK 了。腹泻，那腹泻，大便次数增多，便不成形，夹杂有脓血粘液等。分急性、慢性两种，可以由炎症、肿瘤、肠功能障碍等原因引起来。一样，这是西医说法，咱们不管，只要是腹泻，就止泻为主。止泻什么？艮为直。泻哪里泻啊？艮直，止泻在哪里？在大肠，因为它大便腹泻，所以止泻。OK， 那么更一针，前一针叫三天大续，三天是大续卦，大续就是大存存住，是这个意思。那你就可以举一反三，我这是止泻，那我尿失禁呢，我就止尿，不对吗？所以说，那我子宫功能性出血呢，止。血是离吧，在哪里啊？子宫在这里，是艮离坎，所以这就是验证出来，验证出来。所以其中治疗，看图说话，简单明了。腹胀气，正常人肠胃道里面有150毫升的胃肠道里有气体，当体内气体过量为腹胀气。原因是胃肠道里产生气体的量超过了吸收和排泄的气体量所引起的，引起了腹胀，可以来自于消化道、肝胆，所以三则通气与雷锋相保是治疗首选。肠胀气，腹部胀气，有的人胀得很大，嘣嘣嘣嘣，很难受，会敲着肚子上嘣嘣嘣，那你就有两种，一种胀得很厉害，三则通气，三则通气，扎上它。然后它慢慢慢慢它就排掉了，排掉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情绪引起来的，特别是女同志更年期爱生气，有点小事她就生气就不舒服。好，一生气不吃饭不说，肚子胀得蹦蹦的，肚子胀得蹦蹦的，这种情况下，你用雷锋相报。什么叫雷锋相报？正为雷，巽为风，叫雷锋相报。它治疗情志方面引起来的。如果很严重的话，你可以三则通气加雷锋相报。三则通他们因为情绪引起来的，叫三则通气加雷锋相报。这个肠胀气，肠胀气。
泌尿生殖系统，泌尿生殖系统同位在坎位，在坎位同位在这里啊。泌尿生殖系统的肿瘤，三则通气加什么？加打枪啊，肿瘤三则通气加打枪啊，泌尿生殖系统的同位在这里，所以三则通气加坎啊。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啊，水火既济，或者是离坤坎，或者就水火既济啊，水火既济。出血，我刚才子宫功能性出血，止血在哪里？在这里啊，艮离加大腔，叫止血在这个位置上，堵住了结石，堵着了啊，尿路结石、尿道结石、膀胱结石，尿不出来了。三则通气加打枪，加打枪，这是泌尿生殖系统症状。第一，尿储留。第一就是尿储留，尿储留是有尿，尿不出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比如说膀胱结石，看正着这个尿道上，它出不来，大多数因为是尿道堵塞引起来的，比如结石。肿瘤、外伤、疤痕等等，堵塞就是不通，所以说三则通气，三则通气加坎是治疗尿储瘤的首选啊。尿储瘤三则通气就通伤呀，通坎位，通尿道啊，一扎就出来。还有很好玩的就是说，你把它扩声啊，然后比如说妊娠哺乳期的妇女啊，因为乳腺导管堵塞啊，乳汁淤滞啊，奶出不来，乳汁淤滞，这样子的话很容易的产生急性乳腺炎啊。那这个情况应该是用三则通气啊，通什么？通乳房，左侧还是右侧啊？左侧你就从坤位啪啊，直接就打枪打乳房啊，右侧就是从巽咔打病人右侧的乳房啊，很好玩，扎上就痛啊。上次我们一个同学啊碰到这种病人，三指通气加打枪，啪一打，他奶噗出来了，一下子吃了这个我们同学的脸上啊，很好玩。这是说，所以明白了，就这三支通气通什么地方，那你就根据那个打枪打哪里。尿失禁，尿失禁是尿液不控制自动的从尿道流出来，为尿失禁。所以医认为尿失禁属于中气不足，无法固摄尿液，应行止法啊，要止尿，止尿啊。所以我就说三水蒙是吧，止更为止，只是嘛，止尿，尿是坎，说止尿，那就是更一针宽一针。其次呢，有的时候就尿液，尿失禁的话，都是老年人，特别是女性、老年人啊，有的时候不能笑啊，不能讲话，一讲大声了，唰，他下面尿出来了。这种情况是什么呢？是中气不足，所以要补充益气啊。那么我们用生阳三针啊。水木火啊，水生木，木生火，或者是四正位，上下左右四正位啊，上下左右啊，都来可以治疗啊尿失禁的问题，都来可以治疗啊。血液循环系统啊，血液循环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本位在离啊，心血管系统啊，心脏病是离火不及，离火不及啊，高血压是离火太过，动脉硬化本位在前，离是系统的本位，病的本位在前啊，动脉硬化，脑出血，脑子出血了啊，脑出血干嘛呢？止啊，更止血。止血在哪里？在脑里，在脑啊，脑血栓形成，脑血栓干嘛？血栓形成不通了啊，脑血栓形成堵在那边了，
啊，好，三则通气加列位大肠，啊，列位大肠，血液循环系统的症状，心悸，自觉有心跳、心脏跳动不适或者称为心悸，大多数由心脏病、心律失常引起来，但更多见的是神经循环系统衰弱者。偶发心悸可用列位大肠，也可用水活积极治疗。对于严重的心悸，首选的是止心跳，止它，水活积极。为什么水活积极呢？因为补肾必须强心，强心必须补肾啊，这是这个是心悸。好，这个稍微讲的时间多一点。现在心脏病、心绞痛很多，心肌梗塞啊，这是确切性的胸痛啊。其中治疗它非常快啊，分分就拿下啊，所以其中进入 ICU 治疗心脏病，疗效非常确切，非常确切。那么心绞痛，它的性质有钝痛和气短两种情况，一种痛但有气短，它有压榨感、绞窄感、紧缩感、烧灼感、窒息感、胀迫感等等，都是这种感啊，都是这种。所以现在你分不清楚，你不用讲，只要心绞痛、心里不舒服、心这里前胸疼痛，高度警惕。如果这病人再出现气短的话，要小心了，这马上就要梗塞了啊。一般情况下，你不是很内行的话，就水活积极扎针开，扎针里水活积极啊，扎上它啊，就是说维持住病人不会病情恶化，可以到医院去争取一个时间啊。那心绞痛的治疗原则，一，心绞痛说明是心脏病，是离火不及，加强离火，强心为主，所以用水火积极，这是第一个。第二，心脏病是火水未济，阴阳分离，故用阴阳相交啊，强心必须补肾，心肾一体的治疗方案，也就是水火积极。第三，对心绞痛病人必须使用打腔技术解决绞痛问题，就是说如果我 OK， 我要立马使病情得到控制啊，得到控制，那么我们就问题在这呢，就是用打腔的技术，用打腔的技术。好，那么就是说如果病人有前胸疼痛，有胸痛，如果再气短的话，到诊所的人呢一定要用手去摸，摸什么地方，就在他胸前壁这些点上，你可以去摸他，你按到这个地方的话，他会疼痛，他会疼痛啊。你让病人说你疼吗，按到这他说疼，千万记住这个点，这就是你打枪的第一个点，所以你的针就从离位进去，针尖直接朝这个点啊，就打枪技术，就是我们治痛症啊，你把它当成痛症，这个点在这里，我打枪技术冲进来这个点上，把针尖对准这一点啊，你如果水平差就稍微调整一下，只要调整到十环，这个疼痛立马消失。好，千万记住，不是一个点哦，这个点解决了再摸啊，可能这里又一个点，那再打这个点，有几个点摸到，把几个点全打啊，这样子这个病人会突然就觉得，打完了以后病人觉得我很舒服，为什么？他的堵塞点全部松开了，血液就流进去了，所以心脏就得到缓解啊，得到缓解啊。所以说心绞痛大腔可在患者心前区胸骨左侧的第三第四肋间找到压痛点，其实未必，这里都可以，有到我有一次找到八个点，在左胸前找，有的时候在右胸这里也能找到，找到几个点就打几个点啊。第九，神经精神系统，神经系统
它有三个本位，就是说前位是一个，离位是一个，序位是一个。那你怎么来区别它？前是头，离是心，心主生命，训主精神，都是。那你怎么来呢？很简单，前世里面它指的是什么？指有器质性病变，就是说病人做 CT 发现他脑子里确实有问题，比如说胶质瘤啊，胶质瘤在颅内长的胶质瘤，那是前位啊。还有一个老年性痴呆，老年性痴呆 CT 一照大脑萎缩有改变，前位，这是他的本位。那没有器质性改变，那比如说离位是什么呢？就心智方面，心智，比如说这个小孩很用功，读书读不起来啊，智力发育不良，去离位，他这个离位是他的本位。还有一个是说我们土话，就老百姓土话说，这个人脑子进水了啊，就是脑子不大好用，离位是他的本位。那训位是属于什么？训位是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点神经兮兮啊，有点神经兮兮的，这个人有点神经兮兮，或者是有强迫症，有强迫症啊，比如说一个中年更年期的更年期中更年期精神病啊，他有这个更年期造成的这种情况啊，他一下东一下西啊，比如说他说今天我们去买菜啊，等你跟他去买菜还没买，他就说不今天不上了，今天我上公园锻炼去。等你穿好衣服要去公园锻炼，他说啊算了太累了，咱不去公园了啊，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多变。因为为什么多变？他像风一样，风是多变的，所以他的本位是训啊。那有的初学的学生，有的同学他不是医生啊，但我知道他是精神有问题啊，我又不是大夫，我没法区别他是 CT 没有，我也不知道他是心智方面啊还是强迫症方面，你怎么断？那就简单嘛，三针一起上嘛，对不对？那前一针离一针训一针三针一起，大不了浪费几针而已嘛，对，所以都要会变通，那会变通不是死抱书本啊。好，神经系统症状，第一昏厥，突然急性而短暂的意识丧失啊。那么西医说临床上是血管性昏厥、心源性昏厥、神经性昏厥等等等等，但我们知道昏了，晕过去了啊，它最后是阴阳交通被制止了，所以说要把这个制止断档的这个阴阳把它重新沟通起来啊，所以水火既济是首选啊。昏厥的病人扎上水火既济立马就行了，你把它重新把它断了的这个断层的这阴阳给它沟通起来，交起来，一交起来它就 OK 了啊。这是昏厥啊，这是昏厥。眩晕，眩晕，眩晕是什么？自觉平衡感觉障碍，或者呢身体在空间定向障碍的那种感觉啊，是一种自身的运动的幻觉，表现周围事物的旋转和摇动啊。这个我想可能大家都体会过啊，你有的时候啊身体不好了，身体不好啊，突然就觉得起了床以后，哎呀不对，我怎么整个天旋地转，很难受啊。那么我们医学认为眩晕就是目的疾病，目类的疾病，它属于肝胆系统的，所以肝胆系统的治疗这个眩晕什么呢？就是雷锋相报，就是正和眩，那雷锋相报，正一正，眩一正啊，来治疗眩晕，治疗眩晕，它是目嘛，治疗阳目和阴目一起用啊，这是眩晕。好了，还有个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本位再看，再看，啊，免疫系统和泌尿生殖系统一样，啊，因为现在很多疾病西医看不好，都把它归类在免疫系统里。其实我们治疗免疫系统啊，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落位落在坎上，所以你就明白了，免疫系统功能减弱的就是补肾三针，啊，补肾三针。就土生金，金生水，比如坤一针，兑一针，坎一针，啊，这就是说补肾要补肾，或者水火既济啊，补肾需要强心，强心需要补肾，啊，这就是倒过来。但是免疫系统功能亢进的，一般你辨别不了，那你只有一针在里位，或者就水火既济两针就 OK 了。好，其用其中第一部分顺利结束。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那么希望以后有缘我们再进一步的学习奇思异义学的其他内容，我在这里等待大家的到来，谢谢大家，谢谢。